红线这个地方把它拉长，然后回来这边，然后打一个结，嘿，要看看够不够长，哦，够。我在转第二圈的时候，我在拔第二个结的时候，转第二个结，就换了结，它才，因为它就不会跑掉了。在第就是绑第二次，要紧。来，你自己做，绑两个，照老师讲的绑两次。然后要怎么样？跟这个绑啊。对，这样感觉会无聊吗？嗯，会啊，无聊。但是你做好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漂亮。你自己做的，老师在做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无聊啊。但是它有一些困难度啊。好了好了，这里再这样绑，不用绕过去，这里再绑一下，这里再绑一下。要我哪里又鼓励你吗？你看，对，好，把它绑下去，再绑一次，加油，再绑一次，再绑一个，再绑一次，对，好，绑下去。啊，很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哪个地方哈？这一次的哪个地方？你在做的步骤。你如果学会了，一只可以卖200块。你这样子，这个怎么选？我看你都快睡着了，真的是啊。老师先送你圣诞节的卡片。漂不漂亮？不漂亮。会胖？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不喜欢了、哦，真糟糕。来，那我再告诉你，你会得到的奖品呢、啊？直接先拿给你看。你做得好，老师送这个给你。要做完再给哦。你会选这个？做完再给。啊，做完再给哦。好不好？要今天要完成。不要觉得无聊，学习有时候会很无聊，自己一个人在做的时候会。等你完成，你就会有成就感。对，完成了你就有成就感。这个是个小钱包啊，要不要？这是给你的鼓励，但是现在还不能给你，把它摆在这边，嗯。已经给你，已经有一个界面礼了，然后再有一个完成。一个界面礼了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完成品。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上课，你可以得到好多礼物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要哭一点，要不要加油？你还一直看礼物。